第二十二题乘二十一题，若流经电池的电流为两安培，则流经丙电阻的电流为多少安培？看法一是，所谓的丙电阻的电流就是总电流，也就是流过电池的电流。看法二是，我们的丙电阻跟我们的电池串联，根据我们所学过电流串联时候的关系是相等，所以通过丙电阻的电流就是通过电池的电流。题目已经告诉我，流过电池的电流为两安培，所以流经丙电阻的电流也是两安培，因此第二十二题问我们说，则流经丙电阻电流为多少安培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2.0。